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给他带来《火影忍者手游决斗场》的这段视频。我们就因为每天可以打三场嘛，还是有奖励嘛。可以说打五场也可以，打八场也不错。这个看大家有没有时间玩，反正我们就随便打。我们先打三场，就是匹配到对方那个冲野鹰。对方级别应该也不是很高哎，他的忍者都是默认的三个人的。把他春年一拉过来连几下，哎呀，这个招浪费了，既然打我这么惨，放几只狗咬他。我现在有那个两个召唤的吧，应该可以召唤蛇了，送他一个大招。哎，再打人家就死了吧。一个影子术，直接最快把它勾过来。佐助，打佐助，闪你个飞镖！现在我这个秘技是二级的，收集了碎片嘛，收集了十个，你看。哎，你炸到！放老蛇咬他。哎，我怎么被打了？他也放狗，哦，被喷到了。再打他就挂了。哇，糟糕，给他千秒了，就差那么一两下，最后被他一个大招解决的。亏了，亏了。两个果冻，我居然喷不过他，连一个二技能直接把他连死。打鸣人，他只要不往前走，我的果冻都浪费。一个脚回旋踢踢到他，浪费一个木头吧，我刚才都没打他，往他背后去。哎呀，刚换个果冻，就要被他的秘技给破了。打你个千鸟，这个千鸟没打到，没多大伤害。哦，被他连了，被他连了，我木头怎么换不出来的时候？飞头术你的螺丝，果冻。哎呀，还能连我，果冻。他的螺旋丸没有果冻惨一点。也赢二技能，哎呀，这什么技秘技啊，能把它弹开。螺旋丸没我的大，哎，还我先挂，我血没他多，反正最终战吧，应该是。有女之奶，只要是不要碰到他一技能的虫子就好了，我的技能被他破了，还好躲过他的大招。二技能像一个虫堆那样，只要有人碰到它就会受到伤害。哎，可能他刚才都要碰到虫子，他就一技能的虫子，如果不碰到他，身上会吸血的，不是会吸血，会单单一直吸血，就最后一个一圈虫子飞出去，所以他现在都不敢接近我。以前还不知道他的技能是这样，好，现在碰到我，他在身上就有虫子黑黑的，这时候就是可以让他吸血。准备随时换大招，等他恢复那个深深的手，闪他大招。哎呀，大招能把人解决掉之后，都会出现一个画面。再打两场有奖励，哇！极漩涡鸣人疾风传都这么牛逼的。我现在才这么四个人的五个都还是西级的。哎，他不动什么意思？他要挂机啊。
哎，是什么情况？他不打我就使劲打他。哎，这个大招浪费，本来应该早点换大招。他躺下之后会有一个隐身的情况，多练练，刚好让他在这里给我练习连招。哎，都是鹿王。一旦坐地没打到他，他就会有一段时间是隐身。哎，没连到，等他恢复。只要他没落地，然后换大招。这么好的佐助居然都不运，多可惜，给我多好。反正最后一个人员是，就是其实什么招都用在他身上。有没有大招给我闪一个？拉过来了，可以二技能配合大招的，二技能把他挑起来，然后马上换大招，这样就可以连起来。梯田，哇，后面都是很溜的，雪轮眼，然后他又掉线了吗？卡了这样的。哎，他会动了，刚才打的那两个不动，打两个打太习惯了。躲远点，躲远点！他一开始就开了这个什么技能呢？没有日向这个技能，没有日向这个忍者，所以不知道他开这个技能有什么意思。是不是对他特别有好处？但我好像也能打得到他，放狗咬他！哎，刚才不是可以放大招，每次好几次大招放不出来，都给他破掉。哎，等又可以放大招。又给他打倒在地之后，大招就没了。啊，我操，没连，没有机会了。操，浪费了，在我换大招的时候被打死了。给他一个木头闪开，闪掉了。好几次换不出大招啊，可能这一个连梯田都打不过啊。他又开这个东西，我操！两个人都是这个带的这个，哎，闪你个火盾，滚远点，别靠近我！我操，伤害这么高，你防什么？怎么会一直把我夹着打？我连动都不能动啊！这连的也太孤了，太猥琐。我去，被他连死了，他连招了。第一个祭天打半天都没打死，直接闪你大招，再配一个一技能，直接刷血，本来就没多少血。这个漩涡鸣人还是极光钻，应该是大鸣人，所以他成长的时候先送他一个大招。哎呀，躲过我的大招了。好，这个他身上有我的虫子，他会一直去血。他现在慢慢的去血，但好像没有了，好像就跟他耗时间了。
他竟然是缺血，而且靠三十秒就可以啊，有个虫子在那里他就不会过来。哎，哎呀，快跑快跑，不能让他吸太多血，让他赚到血就完了。躲远点，坚持十秒就能赢了啊，不跟他硬打。好，又有虫子，留个大招啊，大招放得太早了，本来可以留到下一把用大招的，刚才不小心点到大招了，浪费了。本来时间也到了，也是赢的。那最后打一个该是什么东西？血人眼，佐助。战斗开始。下子两个都开这个，他开了血人眼，开血人眼有什么用？有我的虫子都被他烧死了，两个人都是这个技能，碰来碰去。他现在奇怪了，不碰我的一技能，碰不到一技能他就不会去取。哎，我刚放一技能还没放出来都被他一直连到，先放个二技能做个盾牌在这里。我连换大招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没打到他。啊，现在终于有身上有虫子了啊，这么快时间就到了。哎，时间到了没办法。好吧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或者点个赞。